餐哦。好奇的动作比较5秒，好多哈。好奇，好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显示我的钱呢、欸，好吗？哎、欸，钱跟职业都没显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哦，好像一样哦。他也是这样，还摆着。刚擦了皮肤的药，我现在脸好痒哦。觉得晚点要又要重启。ID 了，哦，对，我的到。我声音很小，没有，刚麦克风拉很远，不好意思。不确定会不会再重开，所以。不要出门。擦玻璃的、啊，看一下公告、哦。现在限制和职业职务打开在背包时都看到，画面下方的。真空包车子中，玩家在副驾站外，要放驾驶在案之外，不抢背包的话就，哇，简单来说就是油价调涨5倍，从600块变到3000块，然后画面上面就是钱的话要这边才看得到，那这个界面打开钱才会显示跟职业。那再加上就是按 Y 公主包，像有点重，包什么嘞？没有人，哎、欸，感觉不用重开啊。
找人抱抱。紫薇啊，要不要上线？我们来抱抱啊！薇啊，哦，我们来玩公主抱哦。安安，不行，我擦这个药，真的脸好痒，我的妈！而且每次擦这个都是，他说早晚，然后晚上擦的时候在睡前擦，我都忍着这个脸超痒的情况下在睡觉，然后睡醒之后脸又超痛，现在痘痘长太多了，多到太夸张了。然后兔子在那边跟我讲说啊，我没体验过，不知道这个困扰。他说他没有长过痘痘，不知道长痘痘是什么感觉。他有长嘛，可是没有长过这么夸张的痘痘，都已经是很大颗的那种脓。哦，你每天熬夜啊？就我油性皮肤真是油到有点夸张诶。更新了，对啊，画面变得更大了。开启购物车，想看一下我可以买，现在可以买什么？68.7万，买不起。我知道啊，Y 可以爆人啊，可是我要去车库才能爆人啊。这个，我靠，油箱整个满的嘞！在干嘛？我去看。名字是那个你现在是不他是的 bot？对啊，全部人都是 bot 了，这整个岛都是 bot 太棒啦 ！bot 为什病么毒你有来毒是不喽！是？哎呦呀！什么？哎，请问一我下，现在这刚进个来的时候钱全部都看得怎到么名看字。呢，F 刚刚有二，公告 F2，F2，好，会了。所以那个编号是正常的吗？编号好像是错的，全部人都12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12号，那好是不是要呗，重进啊？没有，全部人都12号，好像是重计，好像不知道哎，我试试看。好，马上去拿。投打上帝，上帝，
What happened？ 哎，安安。几号？他们刚刚讲的啊，十二号啊，每个人都十二号啊。继续看一下公告啊。回来了、欸，皇家阿米狗，我刚才在看欸，因为感觉今天大家都 pass， 有正常吗？哪一个？你说配几号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的编号。版面现在有问题哦，现在好像全部人都用不了编号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全部这世界全部人都是 bot 了，你是 bot， 我也是 bot。有，我刚好大家都是 bot， 我刚好听到。大家都是十二号了，大家都是甘斯特金啊。感谢 follow。我怎么可以插得这么黏？天哪、啊！来插蜘蛛网，那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很多台的聊天室不知道放哪边，放右上也不对，放右上会挡到钱，放左上会挡到很多那种互动的选项，放左下来是挡到地图，放右下嘞，忘记右下有什么东西，反正右下也不是很好，但右上勉强可以放，啊，只是说看钱会看不到而已。哦，对啊，手机，啊，放哪都不太对，很尴尬。
欸，我动作变正常了欸。人物态度。这也太受伤了吧！天哪、啊，敢用受伤？你们又说蛋蛋蛋蛋受伤，说蛋蛋什么的，然后有点快、欸，慢一点的，啊，这个啦，对啦，好娘哦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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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有歧视，我只是觉得跑步不行。没关系，夹蛋蛋就夹蛋蛋吧。夹一下。表演，对啊，我要找那个怎么不见了？运动，不平，不是，改变姿势，人物不是，哎、欸，我要找的表演啊，不是吗？我找到了啦，这个。没什么招揽生意，没有啦，指挥交通啊，招揽生意。哎、欸，就不要等一下要去尿尿，结果又单了哦，小个便而已。看，这就是要另外一个医护帮忙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看，我要尿尿怎么办？死逼呀！想尿尿啊！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学妹比学长还要厉害的设定了，学妹太猛，学妹呀、啊，赶紧上来啊！是啊，刚刚就是马上冲去尿尿，就看到聊天室说才刚去小鸡就出事了。就刚刚吃个药，然后水灌太多了，还能记得喝水哦。哎、欸，我多喝水，痘痘还是长得很凶哎、欸，还是因为我前天吃肉吃太多，蛋白质太多了。目前人少，先去吧。刚刚人也更少，好吗？
感谢 follow。好啦，去尿。就这边比较像厕所，看，盆栽尿完之后，左边的饮水机可以吸收。好，尿尿喽。改变，记不起来身体。哎，尿尿去。应该没人吧？应该没人是吧？哪一个？看就是右脚受伤，怎么是说换蛋蛋？但很正常啊，换了之后才不能走路吧？是了啊，表演。去找动物玩吧，动物至少都比人还有还温暖。安安，黎明早。我等人来接我的班啊，我就，不知道睡死也不一定。昨晚也是撑到7点多，7点，然后去，哦，下雨了 ，B 计划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哟，换不见了，厉害的吗 ？B 计划，我们回去了。点，走。然后昨天就关台后，那时候是3点多嘛，3、4点，那
那时候想说再听一下台好了，就听一下，然后下去吃饭，整个人就觉得很不对劲。然后七点多一躺下去，就不省人事，就躺到早上这样子。Amigo， 反正晚上如果没有 Amigo， 还会在这边啊。Amigo 结束，我还会想办法进来这边，如果有缺位置的话，对吧？有时候都看不到人了，这样子。所以鬼岛真的很常下雨。知道啊，是。他们，我主要还是怕融入不到大家啦，因为我还在演自己的戏啊。但来路不明跟我搭讪的我也会怕啊。在家耍飞半天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看一下我们还缺什么哦，汉堡要几个，算数变差了，八个汉堡，八个牛奶，一个八个，八个八个，哪一个？不过这样看不到钱，好，好恐怖。还是跟他感情比较好，我来找他聊天吧。给我躺下，躺下，我叫你躺。到了，在下雨，
是哪个师傅遇到哦。在下雨，还是我要个设定是下雨会抓狂。现在做什么？现在在找事做啊。总不能三不五时就去车库吧？在那边是交易的地方。我身为一个医护，该到处跑啊。老实讲是这样啊，真的没有。那我偶尔会去看看花花草草、动物、阿猫阿狗。声音有点小嘛，可是我怕有时候临时，等下。